哎，你好，我爱你。不是，美女，我是短视频博主，我是短视频博主。你是于小慧。对对。我总刷着过你。啊，那就行了。你好像混血儿啊，你好可爱啊！你看，录视频这个就是放着音乐了。小点声的，老弟，你让那条街的后面那条街的酒吧的音乐小点声啊！你真的好可爱啊，你长得像一个鹦鹉幼崽的感觉，嗯，就是很可爱。你干啥？你这个是贴的啊？贴的。我寻思你发栗子，没吃干净呢。我一看你太热了，我就把它脱了。你之前看我，哎，你别脱吧。你之前看我哪个系列多一点？采访。你什么星座呀？狮子座。对，狮子座挺反差的啊，挺变态的。你是不是有点太缅甸了？你是I人？嗯。有耗子？啊，都骗你的。谢谢。这是手打副筷子，这搁手上这是？哎呦天！哎呦 ，OK，OK，OK。不好意思，反刍了有点。你抽烟吗？嗯。你喝酒吗？平时？嗯。亲嘴吗？嗯。平时都有什么娱乐呀？跳舞、逛汉堡。跳舞、逛汉堡。逛淘宝，我能一字马。啊，完了，转圈飞起来。嗯，我会跟男生说话。啊，你平时不跟男生说话？我厌男。你是陈厌男。你总看我小人贴干嘛？啊，饿了。嗯，给你。啊？你平时看球吗？啊。家里是不是太远？镜头拍不到我。哦，行。哎，那汗毛刮着我了，我刮出血了都。我刚打。啊，我一猜就是，我都看着你脱毛印了。我一猜你汗毛就长，因为我一看你就是汗毛长的那种，汗毛长。行，两块钱一副的牌哦。嗯。随便说一张牌。尖。来，手拿走。你好厉害，我想亲你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那你明天再找我拍一次呗。